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的球员张维维。因为疫情的原因，今年不能来到泰国参加泰国大师赛。本人感觉非常的遗憾，不能来泰国跟大家一起同场竞技。泰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然后我非常喜欢这边的球员，然后这边的天气，还有这边的食物，所以在去年我来这边的时候，就像回到家里一样，然后我夺得了冠军。这边的天气跟我们海南也特别像，所以我特别适应这边的环境。然后这个冠军对我自己来说也是意义非凡，因为这场比赛我夺得了在中国的第四个冠军，所以也是创造了中国女子中巡的历史，同一个赛季四个冠军，所以我非常感谢主办方，然后泰国，然后当然还有我们女子中巡能有这个机会让我来到泰国参加这个比赛。然后现在还是在疫情期间，希望在泰国打比赛的姐妹们要做好防护，然后打好成绩，然后我们明年有机会我们再一起打球，谢谢。